看例题，他说椭圆的两个焦点哈，分别是00跟22了。哦，第一个焦点是00，第二个焦点的话是二二哈，这是第一个焦点。好，他说现在哈有一点是20，哦，在 P 点哈20哈。是在椭圆上面的，那问哈、哦、这个那个正交选多少？首先我们看哈、哦，这个 C 等于多少？二 C 哈、哦，二 C 是等于这个长，这刚好是二根号，好、哦，那这个平方在这平方开根号，二根号，也就 C 哈、哦、是等于根号，啊再来呢 A 哈、哦。那个 P 点到两焦点的距离加起来是 2A 嘛， 2A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一段距离，这一段距离是2了，加上这一段距离，这一段距离是2，所以是4，所以 A 等于多少呢？ A 4等于2，2等于4，所以 B 等于多少呢？ B 平方等于 A 平方减 C 平方嘛，这是4减多少？ 4 减根号2的平方是 2， 所以是2。那我就得到呢，正交选长是 a 分之 2b 平方的。好 ，a 现在是 2，b 平方也是 2，2 乘 2， 所以答案是2。所以正交选长呢是2。